当然很紧张啊，很关心他，因为侯导是我非常敬爱的导演，我喜欢他的电影，也喜欢他的人。哦，我还记得，他拿终身成就奖，我那天根本不想去金马奖，我年纪大了，我有恐慌症，我是为了侯导去的，去为他站起来鼓掌，很敬爱他，所以希望他赶快身体好起来。你上次到见侯导的是什么时候？他来看我的日子，金马奖日子首映那天，他跟朱天文一起来看，我很高兴，我去抱他，他是我非常非常敬爱的一个长辈。对，侯导现在退休，确定退休了。那蔡老前一阵子出席日子活动的时候，也说自己觉得是快退休了，是真的有这个计划？我们都不能跟生命对抗，像我自己，我觉得我如果不再拍电影，我没有遗憾，因为我们拍的都很好的电影。我到现在才知道说，人其实是可以退休的，可以休息啦。尤其做了很多很棒的事情，可以休息。休息干嘛呢？去做自己更想做的事情。我现在也蛮想画画的之类的。你保养的方式？我没有保养哎，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洗澡很少用肥皂，天生丽质啊。